天狼星信息，关于享受能量，提升意识，抵达终点。编译者来自天狼星的 Frank。 在你们的星球上有这么多的事情正在发生着，对越来越多的人来说，这已变得十分的明显，那就是承诺的改变正在实现中。它也绝不是一段轻松的时刻，对你们来说正处于许多正在发生事情的中心。然而，是你自己选择这个时刻来到地球，作为你自我经历一段重要的部分，为你未来的作业而准备好自己。很快，你们许多人都将把自己推向导师的角色，向其他新生的文明提供指导。获得一种更高层次的觉知之后，这会是你服务的方式，让你成为一位灵性大师。这是你自然发展的过程，而你也越来越趋向光之力量，并寻求方法让其他人也与你一起提高。这条你所看清的规则，便是在宇宙中所有的灵魂都会在某个时刻某一点明白。最终，除了神圣之爱没有其他，所有的生命都在其之内循环，并拥有它的本质。即使是现在你都在不断的提高中，你得到的理解便是懂得神圣之爱的神奇力量。它就是生命本身，宇宙中最强大的原力，而且会允许你持续的提升，穿越不同的维度。由于你经常的被告知自己处于这个较低维度中的经验层次，就一种实验的方式，在你再次寻求内在真实自我的时候，看清自己是光之存有的本质。他们不是，也不可能是你真实的实相，因为你们最初的家园是在星星之间，在那里你们所有人都作为合一的整体，生活在爱与联合中。二元性曾经的意义，便是允许分离，在同样的维度中去同时经验黑暗与光明。我们光之银河联邦发现，在最近，在你们意识的层次上出现了一种急速的提高，使得你们已经能够察觉并观想出这个黄金时代。这就是一种奇妙无比的成就，因为你们不断把自己的精力维持在它之上，你们就在加速时间，让它向你们更快地显现。圣光力量正全面掌管你们的地球，同时你们不再需要担心残余的黑暗能量，因为它正被一股巨大的光之力量的流动转化着。对于你们生活难题的答案已经被寻找到，而我们的盟友也在逐步的采用中，他们的利益正在被予以介绍，而自由能源就是最优先项目。然而，你们也不要妄想一次会带来很多，而是一种稳定的步骤，以很好计划的方式向你们介绍。我们不可能强迫事件的发展，而是持续的提供支持、协助与保护那些参与进来的人员。为了一些可看见的转变，你们已经等待了很长时间，只是许多的事情已经在幕后发生，带来了更多影响和灵感的鼓舞。当你向我们的指引开放自己的时候，请相信我们正在提供帮助，而且你也能够在任何时候祈请我们。当你的请求是基于他人利益的时候，我们就会以自己最大的努力确保你获得需要的帮助。我们通常就是这些不可见的光之工作者们，一路伴随着你，同时我们向你送出我们的爱和指引。我们当然也持续地参与到帮助盖亚地球母亲身上，而且你们会注意到与她有关的事件，而物理的改变已经在平和地发生。诚然，你们越提升自己的意识层次，地球就会越轻易地走完全程。你们正在接收着地球之外更多的能量，它来自许多不同的源头。
你们的春分就是其中这类强力事件的例子，许多人将感受到它所带来的影响。它是一种振奋人心的能量，向你提供在你某些时候所称之为的感觉良好的因素，还有一种美丽的平静与幸福感受。保持它，那么你就会发现某些人能够感觉到在你身上发生的改变，而且它很快就会成为你们通常存在的状态。想象一下，一个世界，在这里所有的灵魂都成为一个整体，生活在永恒的爱与光中，这是因为它即将作为你们走向第五维度的过程而到来。你们之中的一些人已经达到或者如此的接近那个层次，那么你们就是这些引领道路的人。以身作则，那么许多人都会跟随由你创造出的这条道路。你们正处在如此激动人心的时刻，事实上这个时刻一切皆有可能，所以请不要以任何方式限制自己的梦想或者你对于自己的信仰。由于黑暗以及那些隐藏其后的人被曝光，我们再次要求你们允许自然的公正去完成这一切。请明白，每个灵魂都会在某个时刻对自己所犯下的反人类罪行做出回答，只是请把犯错当作是你自身学习过程的一部分就好。我们要强调，不存在任何的惩罚，以及你选择如何改正或克服他们。造物主不可能给予你自由意志，随后又以真正的错误来对付你。仅仅只有存在一种蓄意而未知的企图，想要伤害或者残害其他灵魂，才会导致更多的体验加载在你身上来修正你错误的方式。这就是业力，而且会成为你生命计划中的一部分，这时你就需要承担起清理它的责任。所有一切都是由最伟大的爱指挥着，旨在帮助你通过自身的体验。你们的指导灵和天使团队比你所了解的付出了更多的努力来帮助你，而且总是在你经历生命的不同时期伴随你左右。我们光之银河联邦一直对那些为了把大揭露带给世人而不断努力工作的人钦佩有加。在一些方面就更不用说，我们在你们天空中频繁地显现自己和许多围绕着我们的报道和文章。这并不会让你们中的大多数人感到惊奇，但随后依赖它的就是这些与你们揭示或联盟的揭露能够走多远。单单在这个世纪，你们就已经发掘出很多历史上关于我们的证据，以及我们在几千年来与你们建立的接触。它不可能再继续被无视或者拒绝，除非是那些最死板的信仰分子。我们希望看到的情形是，你们的政府承认已经与我们进行接触差不多100年的事实，并且肯定我们一直以来都是以爱与和平接近他们。这会减轻一些人依旧持有的任何质疑。这些人一直被误导着相信我们就像是在你们科幻电影中魔鬼一般的存在。我是来自天狼星的 SLUSA， 同时必须向这些已经稳定在一种全新振动频率的光之工作者们祝贺，这将带着他们朝向新世纪。如果不是更多的话，你们还有着像过去一样重要的工作去做，因为你们在帮助人们完成最后一圈，并且穿过终点线。胜利属于你们，而这个代价就是你们永远不再需要去体验与造物主和你在群星之间真实家园的分离。我们深爱着你们和你们发掘自己的未来与我们同等的银河存有身份的决心。谢谢收听，感恩祝福。